我准备去大声诵读，把这个读得流利一点。公司应当为实欠请假提供便利，而不是拘泥于办理请假手续的形式，而不是拘泥于，拘泥于，而不是拘泥于办理请假申请的形式，而不是办理，而不是拘，而不是拘，拘泥于，而不是拘于你。而不是拘于你办理请假申请的形式，而不是拘，而不是拘拘。你怎么答了呀？我看好你们呀、啊！你不要拘泥于这几个读音了，我看好你们。他第一次是第一次就是对的，对，但他就紧张，他就想顺一点，后来就开始基尼朱尼。主持人也是，就是一个词儿你越怕，越过不去，最后形成个心理的坎儿。对，你说拘泥鱼，拘泥鱼，说快，拘泥。你看，老主持人也会在小阴沟里。不是这个词没那么难，但是当你当令出来你就害怕了。注意力放在那里的时候就会，嗯，对。